陈彦博拖着最后力气站上终点线，一个鞠躬感谢支持他的所有人，同时也向自己对于这一路的不放弃致上深深敬意。接受全场欢呼，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，陈彦博不忘拿出国旗合影见证这纪念性一刻，因为这一路真的好苦。没力路了，手机太冰了，现在应该有零度到三度。这场意大利 TDG 巨人之旅，总长338公里，连绵25座山峰，海拔起降高达24000公里，是全球十大耐力赛之一，更被誉为是越野赛的奥斯卡，考验参赛者的体力、耐力跟意志力。尽管指甲脱落，膝盖严重发炎，脚底跟后脚跟上全是肿大水泡，痛苦不堪，得靠着人搀扶才能勉强前进。陈彦博苦中作乐，脸书上还调侃自己在意大利走路比阿公还慢。而极限挑战的过程中，最怕健康出状况。担任纽崔莱品牌活动推广大使的他，赛前也随身带了秘密武器。这次我将会带上秘密武器，也就是 Double X， 希望在这场极限的耐力赛事，给我全人的补给，安然的度过这场赛事。Double X 综合营养片结合21种天然植物蔬果精华及12种维生素、10种矿物质，为陈彦博全能补给每日所需营养。历时106小时45分，陈彦博再次刷新超马纪录，也在赛后感性谢谢自己没有放弃。安利新闻苏伟化、林博源综合报道。